BTS King of Breakfast 야. 센터 King of Breakfast. 这边是这个吃的。我的。可以在韩国开店吗？我不知道怎么办。韩国可能不一样呢。我有毒。我怎么是把台湾的？真的。思思念念的，真的。为什么都是这么 local 的食物？ 今天早上，然后我们来继续让欧巴好好的吃好吃满。今天干嘛？今天我们来就是那个逢甲烧饼油条。对，这边。然后面这边。明天是 King of Breakfast 呀。真的 ，King of Breakfast。里面请坐。来咸豆浆，它的用料就是很丰富。之前我不敢吃，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吃了之后，然后就惊为天人，哦，也太好吃了吧！然后就招你了。他们家咸豆浆很好吃。看看冷色，真的咖喱超级厉害。这上面是咖喱粉，然后里面是这样满满的咖喱内馅，然后呢？起司的。哦，起司的。哇，这边是这个起司。 它的起司会非常浓厚，它是用日本的新香料，然后跟那个猪的后腿肉，然后去调成的那个咖里猪肉。他们家蛋饼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我们之前有吃过它的烧饼油条，也很好吃。然后饭团也蛮好吃的。咖喱，嗯嗯，都可以试试看。那些最让我们惊艳的就是咖喱蛋饼跟起司。谢谢蛋饼跟起司。我们吃完了，你们去吃大家，走吧。然后现在可以吃超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停车停错地方，然后走了大概1公里的路去邮局办事情，就是饿了，所以来回现在肚子就刚好饿了。面面是很特别的面呢，那个面是手打面，超级好吃哦。然后很好吃。去加装。好，走吧。然后今天我真不在。把它炒到。炒的吗？哦，炒的超好吃，还要皮蛋。 现在正在冷却面，然后就在上面很有Q劲。哦，都cooking，OK。哦，然后再过一次热水。哇，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哦，然后甜甜的鲜鲜。泰式的酸酸的辣辣的，因为还有勾芡，然后它的面又很 Q 弹，不多说，台中人记得来吃。我的。可以在韩国开店吗？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上次来啊，我们就想说订两个这样 set 就好，吃饱。我还直接加一碗饭，自己把它吃完。它那个很浓郁的九层塔香味，超级无敌下饭。Rice deep。半小偷。真的，这个一个我看，两个三个饭都可以吃吧。嗯，韩国可能注意到呢。嗯。我有毒。我是把台湾的。你们知道吗？在韩国。 这样拿着碗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因为我本来就不会习惯拿碗吃，我就是习惯这样吃，所以我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无念没台湾，无念无念。香港韩国人，我是韩国人。我要加了一碗白饭，就是很饱，但是很想继续吃。满足。 现在吗？可以。你就真的太过来了。出国前你想要吃几次都可以。啊，这里，我来了，麻婆豆腐。啊，真的。我把思思念念的，真的麻婆豆腐。谢谢。而且超难买的，我们跑了3家。对。才找到。一个呢，台湾这边的麻婆豆腐。 不会很辣，这个麻婆豆腐是不会辣的吧？这里有肉肉，也是肉肉，看那个绞肉，对对对，然后anyway 就是混在一起吃。韩国人来这个吃，他们会喜欢吧？爱上吗？真的，你们拿走。7-Eleven 那个时候，이거꼭 먹어봐야 돼 麻婆 豆腐。 必吃。对，真的，麻婆豆腐真的好吃哦。这个我就没办法赞同它很好吃。对，就是 7-Eleven 的味道，而且它是。指定 7 哦，其他的超商他吃过，
他都觉得还好。怎么的了，老板看看我吗？干嘛叫你业配吗？如果说我有 working， 你工作去这里，说我会来这里吃 my memory 啊。我爸吃的是他的回忆。嗯，好吃。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吃一个礼拜去一两次的，真的。超常吃的，属于我们在台湾的回忆。对，去吃看看喽。吃什么了？出发。三妈来了。耶！我们来到最后一家了，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吃太饱了。我们为了不浪费食，我们就点我爸最喜欢的麻辣，最爱的。他叫我们买五天，好久没吃了，好久没吃了。台湾呢，我最怀念最怀念的就是火锅跟卤味。台湾火锅真的超好吃。在这两天呢，我就跟我爸吃了他最怀念的台湾食物之后，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都是这么 local 的食物？因为呢，你那边不能去做，别个偷。没有。没这五年我带你去吃了很多麻辣锅，好不好？但是你最怀念竟然是三妈的麻辣锅。对，Oh my god！ 高级的食物没办法天天吃，所以我爸最怀念就是我们最常吃的那些很道地的台湾的食物。就像我出国的时候啊，我也是很怀念那种台湾什么卤肉饭啊、卤味啊、那种 barbecue 啊、那种肉圆，对，肉圆意面。中国的面真的好吃，老油条超好吃的，麻不一样吧？对，它的那个内馅啊，好像每一家三妈都略有不同，但汤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样，汤头我们喝喝看。三妈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道了。然后你吃了这十样美食，我想问一下我爸，哪一些是你的 top three？ top ten 都很烂的，他们这个吗？烧水鸡、大肠包小肠，出乎我意料哎。我想龙凤马先生。那第二名呢？跟我 breakfast。对，咖喱跟 cheese 蛋饼，真的超好吃哎。真的好香的，我觉得。好，那你的 top one 呢？ one two three barbecue。barbecue 真的切第一名啊，真的第一名。barbecue 真的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算是很辛苦的时候，就是早上摆摊，晚上做网拍，然后到凌晨大概三四点，然后就每天晚上都去吃 barbecue 当宵夜。但是三妈不是你的 top three 哦，太基本了。每个礼拜一起，每个礼拜一次呢。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欧巴他最喜欢的 top ten 台中的在地美食。如果你们呢有一些特别的想推荐的，或是觉得欧巴吃完一定会爱上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啊。빙수먹으러왔는데여기오늘문이닫혀있어요여기왜오고싶었냐면은여기가우리맨날5년전쯤그때이제와가지고대만와서처음망고빙수먹은데요그래가지고먹고싶었는데다음에먹도록하겠습니다